我们都经常是在外面生活的人，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吃什么，永远说吃什么，而且吃饭的这个过程很重要。嗯，哎，你们是有人可以做饭的？煮菜我觉得比较强人所难，我就是超级不能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住进去了，我应该很快的就没有人会选我吧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要选比较贤惠会煮饭的。但是现在不会煮饭的话也不会是减分的一项。哦，真的？所以万一有些男生他很喜欢做饭呢？啊，因为现在很多男生都会做饭，而且做饭很好吃。哦，那就可以。海涛你会吗？我他会吃饭。我就是我会精心准备。所以你是会做饭的？我会做，但是我为什么犹豫呢？就是我说我会做饭，但是他不一定爱吃，这个是我就是犹豫的。